朗月，他像家人一样，跟管乐在一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。他像家人一样，一想到自己的家人，我感觉很幸福。对，幸福这个事情不是说出来的，是你感受到的。你喜欢我的话，说明我们的磁场很合，对，就说明你是一个很好的人。我很怕鬼，以前在大厂的时候，四人一个房间，我都会不敢下厕所。管乐陪我下个厕所。那我要吃广业给我做的菜，广业做的菜真的很好吃，我去做他的助手。